我手机没电了，真的，你看，所以我没法联系你，对不起嘛。没吃饭吗？给你打包了点汤，去喝点。就知道你最好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充电宝？进去。好。我给你拿充电宝。哇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嘛。今天我来啊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干净了。嗯。好香啊，这个汤。借花献佛，这碗先献给你。嗯。吃吧。谢谢啦。嗯，好好喝啊。好喝吗？嗯，你多喝点。少将啊。啊。他说我今天走得太着急了，没来得及跟我说。他们昨天去那个爵士餐厅演出了，说他的朋友都很想我，问什么时间一起吃饭的。就是上次跟你在一起的那群人。对啊，他们人都特别好，下次有时间介绍给你。我特别特别喜欢他们。你开心就好。越南菜就算了吧，师哥平时连薄荷味的牙膏都用不了呢。怎么了？笑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吃香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忘了。我要不要帮你把这些香菜挑到我这里？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你明天不是要练习一天吗？不光明天，还有后天，大后天，大后天，直到演出的前一秒，我跟师哥都得奋战呢。嗯，汤有点凉，我热一下。要不你的，我帮你热一下。没关系，这可以的。郭医生，嗯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吃醋啊？嗯，吃谁的醋啊？少香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演奏会对你的前程很重要，我一定支持。我怎么可能这么幼稚？哦，我就知道。行了，赶紧吃吧，吃完了回去，老林该着急了。嗯嗯。你这个地方已经擦了很久了。这儿还有点脏。哦。好喝吗？嗯。我来帮你擦。